蜗牛乖乖哦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会照顾你，我带妈妈去玩。在马来西亚百花齐放的学前教育体系中，有一种以树人树德为目标，全力办好人格培养的教育，它就是大爱幼教。其实我们选慈济大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是它的环境，环境是非常优美，比起其他的幼儿园这里就比较大，而且我们是面试经通过面试而进入幼儿园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老师院长他们的态度语气，还有看到他们的教材都非常，我觉得非常适合用一些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怎么洗碗啊，洗碗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？可以玩水。马来西亚大爱幼教注重生活教育与慈济人文的熏陶，从日常的衣食住行着手，教导孩子做好自己的本分事，从小培养自立的能力。慈济幼教的特色是从小引导孩子口说好话，身行好事，教他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。生活的教育就是教养，是做人的根本。小小肩膀学习承担，长大才能服务人群，报效国家。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学习待人接物，进退有礼，教之以礼，育之以德，培养出自律、自重、自爱的孩子。当爸爸妈妈不让你吃你最喜欢吃的食物，你会怎么样呢？请举手。需不需要发脾气啊？不需要啊。大爱幼教呢，以近视语主题教学为主。那近视语主题教学呢，主要是融入了人文教育、品格教育、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都是以爱的教育在陪伴孩子。小小的树想要飞翔，伸出它的手当作翅膀。幼教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连串的珍惜资源教育活动，从小培养孩子与地球共生息的观念。我有什么东西已经腐化了，不仅懂得照顾自己，更懂得照顾环境。透过一系列的体验活动，教导孩子们懂得珍惜水电粮食等资源，也学会敬天爱地，感恩农夫和父母的辛劳。每个人都有种种子吗？接触大自然，体验劳动的快乐和价值，保护动物，尊重生命。小小的心灵深处懂得储藏幸福的能量，学习知福惜福再造福，愿这股能量继而影响更多的人。许多为父母制造不少麻烦的孩子，在老师们充满爱心及耐心的熏陶下，成了家庭里的一颗善的种子，因而改变了一个家庭。当孩子的品性他建立得很好，心态建立得很好，自然课业上就没有问题，就跟得上了。他在家他懂得自动自发帮忙我做家务，他懂得自动自发说我要写字，我要做功课，不需要我去督促，从而也影响妹妹一起。妹妹今年也3岁，也跟着她一起在洗碗，在折衣服，那个带动是挺震撼的。谭宏达的妈妈流下的是开心的泪。
多。他不合群，很排斥团体，就是说他刚刚来的时候是躲在一个角落，我看了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短短一个多两个月，我就看到他很大分别了，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有爱心，可能我太过呵护他，他什么东西我都准备到整整齐齐，准备好好，他其实是坐下来饭来张口，那个衣来伸手了嘛，其实太过说他捧茶给我，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但是我真的是很感动，那眼泪是自己流出来的。幼教的教育特色是老师与家长一直保持持续的互动，孩子们懂得感恩、尊重、爱，用行动来表达对双亲的一片孝心。父母亲也在老师的引导下，懂得静下心来，细细品味周围的一切，增进亲子间的感情。父母可透过校内的成长课程，更了解孩子们的情绪，大大舒缓了以往在教养孩子时的紧张氛围，也为家庭注入幸福和乐。跟爸爸妈妈，我小时候照顾我，现在我大时候，爸爸妈妈老了，我要照顾爸爸妈妈。每间教室里都会有爱心妈妈的身影。爱心妈妈是幼儿园里经过培训的教育志工，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来幼儿园排班协助老师，用爱心陪伴小朋友们成长，也体验付出无所求所带来的无限欢乐。就好像对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咯，有些孩子他是很黏住父母亲啊，来到这里他也是要想一个，他好像有一种比较亲切感，这样有一个大人陪着他们，就是一个爱心出发点这样子的。你喜欢爱心妈妈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心妈妈对我们很喜欢，抱我们，带我们去小姐，还有洗碗。哎，唱歌啦！唱歌啦！唱歌就有了，对我们很温柔。对我们很温柔啊！大爱幼教重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启发学习能力，透过提升孩子的专注力，让他们可以轻松应对每天的学习任务，为将来打好基础。耶，我是东西。少儿瑜伽课让孩子们在增进身体的柔韧度、平衡力，促进肌肉发育外，还注重启发孩子的心智。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精灵，只要把眼睛关起来，然后安静地坐下，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小精灵了。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找他，你们就不会觉得害怕。这里是我们最快乐的小天地，有蓝天，有草地，有歌唱，有游戏，大家都在爱的呵护里，天天开心，无忧无虑。生活优越的孩子不知人间疾苦，大爱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小朋友和家长拜访慈济照顾户，体会助人的喜悦，让孩子们见苦知福，更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幸福。大爱为动，智慧为强，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与善行，世界将更美好。送给我们小宝贝，带来幸福快乐和纯洁，就像那暗夜里突然来访的天使，害我们欢喜地流出了泪。是谁送给我们好宝贝，
脸上永远微笑的蓓蕾，小小的身躯。本着付出无所求的办学理念，慈济筹办已从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到综合大学以及研究所的全程、全面、全人的完全化教育。完全教育致力构建一个完善的幼教中心，在孩子小小心田中播下善与爱的种子，成就身心健全的完整人格，期盼孩子日后成为品德优良的社会栋梁。慈济期许教育做一股清流，唯有实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人本、尊重、感恩、大爱、关怀，才是终极的理想。希望